問。咁我咧就從六四年開始就習武，一路習到大約係七二年到咧就開始學龍書。啊，咁誒對於呢樣嘢我有興趣。咁啊到大約係八十年代咧，咁我就開始當教練啦。啊，開始教佛山嘅秋色。咁啊有四啊偷啊六十偷啊八十偷啊一百偷，我都要教過。咁啊到九十年代初咧，就開始咧就有多少名氣，就叫我哋代表中國、代表廣東省，咁啊出去啊日本啊、泰國啊、韓國啊、亞聯酋啊、法國啊好多地方去表演，有比賽。咁啊玩得比較好，咁啊省都比較喜歡我哋，咁啊甚至冇咧就喺嗰、那個。四川地震嘅十一年前，咁啊，即系喺旺灰巷門口，即系認識阿 Ben， 阿 Ben 咧就阿麗麗話找我就學功夫，因為佢咧就阿 Ben 就比較學功夫嘅認真，佢比較勤奮啊，咁咧就去學個功夫咧就翻到法國啊，咁就勤力咁練。啊！再翻到嚟中國再玩命蟹咧，佢又玩得很好好。咁我認為佢呢個咧就可以發揚我哋中國嗰個傳統文化。咁佢又想學醒書，啊醒書即係學呢樣啊。咁我根據我自己，我啲係武術醒書一個特長嚟嘅。咁我咧。就開始由教佢醒書啊，咁我將我自己嘅醒書就教佢，希望我去到法國咧就發揚光大。翻到去法國就教咗好多人，回國翻到嚟俾佢哋睇表演嘅睇，係好好玩得好認真啊，玩得唔錯，技術性亦啲唔錯，咁再嚟再教佢哋，教佢再深一步嚟再教，咁啊家陣咧就啊比初咗學啊兩年咧就好咗好多，翻到嚟去我哋佛山啊。好多地方都有表演到，都認為唔錯啊！嗰
廣大一啲愛好者都話係玩得唔錯。我哋六周年，亦都阿 Benny 啊帶班隊翻嚟咧，就表演一個高杆，一個咧就16等三張台。咁喺短期內，佢能夠玩到，能夠表演出嚟，又冇乜失誤，我認為都唔錯，玩得很好。